不可能！绝不可能！对这件事情，我一直持怀疑态度。您的意思是，或许藤田知道我们在监听他，故意放出来的消息？我太了解他了，这个人很狡猾。队长，干嘛呢？啊！你刚到咱们办公室，你们家后院啊？动不动回去，出去！队长，我实在是有急事向您汇报啊。什么事儿啊？ 我看见胡大山进城了，今天顾不上他了，你去派人到南城小树林观察一下，有没有什么情况？快去！啊，队长，我就是因为这事来向您汇报的。我看见胡大山带着一帮人，向城南小树林方向去了。胡大山明知道进城我们要抓他，他还敢冒死进城。 这说明什么？难道城南小树林里藏的真是北京人头盖骨？您真是太英明了，咱俩想一块去了。我觉得是北京人头盖骨的可能性非常大，要不然那个胡大山不敢冒死进城的。就即使不是头盖骨，那肯定也是价值连城的宝贝。咱这回要是去了，那可就是坐收渔翁之利啊！ 大佐，您还亲自去啊？我要亲临现场，亲自体会一下这美好的时刻。对了，去通知小野，我们一起去。我要让他亲临现场，亲自看见我们挖出宝贝，亲口告诉我的恩师，我是他最骄傲的学生。哎，好嘞，赶紧通知小野。是，队长。大佐，请。 就在那边了，上！跟上！我的个鸡巴！给我打！ 通知了，你们俩在这看着，我去报告大佐。是大哥。经理，怎么样？打听到了吗？打听到了，枪声是从城南的小树林传出来的。 傍晚的时候，我看见大队的日本兵出去了，估计是有人跟他们在那个方向交上火了。不会是胡大山吧？不知道，但愿不是吧。好了，你去休息吧，啊。 仙鹤接头。
我的唯一上线罗化之同志已经牺牲了这么长时间，组织上为什么还不联系我？仙鹤是谁？我怎么找啊？方一林还没有救出来，我怎么就这么无能？这个就是宪兵队的平面图。宪兵队这个大院里面，在它的东边是两个营房，北边是两个营房和一个军火库，西边就是审讯室。我们从东边这条商业大街绕到北边这个街上，然后在西北角这个地方埋伏下来。晚上12点是他们宪兵队交接班的时间。12点的时候，听我口令，我们从这个西北角的墙口翻进宪兵队大院。进了审讯室，找到人，赶紧带着人往南走。到了第二个仓库门，进这个仓库，在这个仓库的西南角有个出口，想办法打开这个出口，我们就能出了宪兵队大院了。好，老乡，这次我们到日本人的宪兵队里去救人，有很大的危险，而且又是我的私事儿，我就拜托你跟手底下的那些兄弟了。哎呀，咱哥俩谁跟谁呀？以前你没少帮助过哥哥。这次就包在我身上了。哎，不过站长问起来，你可替哥哥担着点啊。你放心吧，我知道该怎么说。警戒，保护好北京人头盖骨，马上返回宪兵队。是。什么？北京人头盖骨在城南小树林？那你怎么现在才来？黄花菜都凉了。叶小姐，我这都是想尽办法才能出来的。我来的时候遇见太田，他带人已经过去了。那会儿枪声估计就是跟我大哥交上手了，谁抢着那就不知道了。又让小鬼子抢了先，希望是胡大山拿到，这样的话我们还有机会从他手里抢走。那要是日本人抢到了呢？您就当我没说。滚。哎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什么事儿？这么慌慌张张的？太田带人抢先去了城南小树林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情报是怎么泄露出去的？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到的情报。听宪兵队的人说，他还和一伙人发生了冲突，后来那伙人被他打跑了。那头盖骨呢？被他挖走了？好像是。好像是。撒给了。他肯定拿走了。太田既然带人去，那是有准备的。就算他太田抢了先，他也得乖乖的把头盖骨交出来。恭喜大哥，终于完成了救援的心愿。中国人有句话叫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用这句话形容我们这次行动，那真是太恰当不过了。大哥，准备接下来怎么办呢？这正是接下来我要交给你的任务，你现在带人
马上装箱，把这批东西秘密的运往东北，交给我的恩师。现在北平有多少人都盯着这个北京人头盖骨在这多放一天，我这心里提心吊胆呐。长官，恕我直言，您不觉得这回的行动太过顺利了吗？嗯，李通和胡大山交手也不是第一回，他哪一回赢过？为什么偏偏这一回那么顺利的就把胡大山的手下全给击退了？这其中一定有问题。胡大山是什么人？他是土匪，他诡计多端，我们不得不防。那小野君，你的意思是？我们不妨找来一个鉴定专家，先鉴定一下北京人头盖骨的真伪。如果是真的，大佐当然可以高高兴兴的去禀告舅舅，但如果是假的，我们还有退路，不至于那么被动。这样做倒显得大佐办事考虑周全。小野君啊，你说的对，还是你考虑的周全。这样，我们现在严密派人把守，24小时不理人，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。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。交给我？交给你我放心呐。啊，怎么还有什么事吗？啊，大佐，头盖骨已经找到了，我想这件事情跟方小姐应该没有关系了吧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放了？依琳，好消息。现在对我来说还有什么能称之为好消息？大佐已经答应把你放了，难道这不是好消息吗？是吗？他会这么好心肯放了我？因为大佐相信你和北京人头盖骨没有关系。依琳，怎么了？依琳，你应该值得高兴，不是吗？小叶，是不是他又拿我要挟韵大了？是不是他又提了什么无耻的要求？你冷静一点，没有，真的没有，相信我好吗？不可能，他不会这么轻易的放了我的。小叶，你给我说句实话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好吧，大佐已经找到北京人头盖骨了，你与这件事情没有关系。你说什么？依琳，我不管北京人头盖骨与你到底有没有关系，总之到现在为止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，以后你要离这件事情远点，你明白吗？虽然我们现在两国交战，但是我真的不希望它会影响到我们之间的友谊。我只有一个心愿，我希望你好好的。
谢谢啊。大佐，您还是决定要先告诉舅舅吗？是的，这箱东西放在宪兵队，多放一天就多一分的危险。你也清楚，现在外面惦记这个宝贝的人很多。咱们别的人不说，胡大山这伙人就很难搞。放在宪兵队，夜长梦多，所以要赶快告诉恩师，让他做一个决定。大佐，您的心情我特别理解，但我还是建议要先见扁政委，再告诉舅舅以及天皇陛下。我想晚上请您吃个饭，我知道北平有一家不错的日本菜馆，味道很不错，歌技也很好。小野君，来北平不久，就知道有这么好的地方。不过为什么要请我呀？第一，我想庆祝一下大佐找到了宝贝。第二，我要谢谢大佐放了方小姐。好，那今晚我们就把酒言欢。大佐，来，小姐，干杯。啊，买呢。藤田君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喝酒？来的正好，来来来，一起坐下来喝一杯。不要装了，我问你，昨天晚上你们是不是在城南小树林挖到了北京人头盖骨？小军，您先回避一下，我跟藤田君要说几句话。藤田君的消息蛮灵通的嘛，真不愧是天皇陛下派下来的密探。实不相瞒，我确实得到了北京人头盖骨。藤田君，你也不要过于伤心啊，我知道你已经很努力的在寻找北京人头盖骨了，只是啊，很多事情啊，它是靠运气，而有些事情呢，是取决于个人的能力。唐天君，我会在天皇陛下面前为你记上这个功，这个你大可放心。太天，你不要太神气了，你乖乖的把北京人头盖骨交出来，否则我到陆军总部告你一状。告我？告我什么？告我比你先找到北京人头盖骨吗？
下面前替你美言几句。你想怎么样？把北京人偷盖骨交给我。我可以把北京人偷盖骨交给你，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从此以后，古董的事情再不提起。北极人头盖骨我可以给你，但是要记上我的功劳。怎么样？现在形势不好，你又刚刚才被日本人放回来，我很担心你的安全。可我……行了，依琳，别再说了，我不同意你现在回天津。你先好好休息一段时间，过段时间再说，好吗？吃饭吧。嗯。依琳是在撒谎，难道太田真的拿到了头盖骨？可这半个情报还在我手里面，难道是老罗给我的这半个情报是假的？我必须要尽快弄清楚日本人手里面的头盖骨到底是不是真的。
我也派个专家过去。如果我们的专家能赶在藤田的专家到来之前，那这个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手上了。这次太田是被我彻彻底底的给征服了，即便他是拿到北京人头盖骨，最后还不是落到我手里。他不服也得服，他借着狼食行动大发战争财，你要是真揭发了他，他就永无翻身之日了。不是永无翻身之日，是彻底完蛋。像这种对大日本帝国不忠的人，是没有好下场的。喂，好，知道了。怎么样？考古学家长谷川教授明天坐最早的军机抵达北平。哦。啊。哈哈哈哈。头盖骨被谁拿到了？黑市上也没有消息。不过今天早晨，赵允达的未婚妻方一林被太田放了。去，你现在去找李彤，告诉他我在老地方等他。现在吗？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是。那小树林出了那么大的事情，你都不告诉我，还说心里有人家。哎呀。你说的就这事儿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从前天晚上到现在，我都没消停过，真的。但凡我要是有时间出来，我立马我就告诉你。那我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，你跟我说个底儿，到底是谁拿了北京人头盖骨？是不是小鬼子？嗯。算。是我们呢，亲自从胡大山手里抢过来。依林，韵达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想回天津休息。你怎么不听我的话呀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你刚刚被日本人放了回来，现在就出城，很可能会引起他们怀疑的。这会吗？听我的。最近这段时间，你就在家里好好休息，哪儿都别去了。等过完这个风头再说。就是。好了，相信我啊。好吧。来，回去吧。太君，来，抽点烟。谁在里面戒烟？里面没有人接你，你不能进去。太君，我找行动队的李队长有点急事啊，你能不能帮我通知他一下？不行。是啊，这里是办公人员。哎，赖队长，哎，赖队长，赖队长，赵经理，我得赵经理啊！我跟你说多少次了，我不是队长，就一组长。赖组长，您这一表人才，英俊潇洒。那以后队长必须是您的啊！谢谢赵经理抬举。哎，赵经理，今儿个您有什么事儿？啊，哎，太君，赵经理今天是找李队长的，有公事要谈。哎，好，谢谢。赵经理，来，有请有请。好。哎呀，多亏看了两个。哎呀，别这！哎呀。自家人吗？你们给我听好了，你们两个要寸步不离的给我守着这箱东西，
只有我和道斗在场的情况下，才能打开它，或者搬走它。任何人，在任何情况，哪怕是拿着我和大佐的命令来，也不能接近他。听明白了吗？嘿，嘿。老大，老大，赵经理来了。就说没空，忙着呢。李队长。忙着呢。